要如何买好房？本刊请来看过1000多户房子的房市专家 Sway 陪你实地看屋，找好房。我搭着火车到这个被央行列为打房观察名单的新竹市，现在有一坪40万的天价案开出，哎，但郊区割喉一坪才11.5万。今天带着新竹人曾先生来市中心找房，看看有没有机会买较俗一点嘛。我那地板也配好了吗？你看这个哦，喷的这样子都是，这不是脏哦，是喷哦，均匀的那个水汽喷在那个玻璃上面。对，新竹就是东北西北嘛，东北季风嘛，西北雨嘛，风大嘛，所以为什么那一间他特别要做那个全热交换机，就是让你关窗户，然后也不会闷死在里面，因为大家都不会开窗户。餐厅在过去都够，就是说这一块留了大小问题而已。对啊，哎，我爸上一看，啊，那这是一台，这只能放300。基本上可能双开式。这边是一个电器柜，好，这电器柜，然后这边是烤箱，它这个架子拿开，你可以烤整只全鸡。嗯，对。哦，蒸烤两用的，这个就是标准的好东西。好看。像的确感觉很好看，不过一般人不会这样摆，反正会倒过来，或是加一些什么贵妃床啊，或是不要摆床，可能贵妃床或那个蓝骨头比较实用。对啊，因为书房就是看书嘛。对啊，那在如果有小孩的话，可能这还可以做高架的，就是或是铺上木头地板，再在底面滚来滚去的。刚我刚一直看那个，不是这个是正方形的，刚才他一样坐在这里。哎，好久没有来谈，好久没有来玩浴室的梗。不过真正泡澡这样也够，啊，那两个人的话，哦，可能真的要感情很好哦。不是啊，如果说你跟你老婆，你跟你老婆有点紧呢，好挤哦。可是这样水黑省很多。新竹房市供过于求，有150,000户的人口，却有165,000户的房屋。今天看房子不太小，也不太差，但他嫌。市中心开价300,000太贵了，以为只有二字头，哎，而且发现现在好多人都在卖房子哦。我要他慢慢比，狠狠杀，不要怕买不到。